司凤的身份你比谁都清楚，情势逆转，身份对立，你诱他生痴念，罔顾是非，你接近玄机到底有何目的？玄机、司凤彼此误会，却不知早已深陷阴谋。你明明说过不要，你说你不会骗我的。亚洲精选琉璃，9月28日起，每逢星期一至四晚上9点，8度空间为爱守护播出。